后来是十五年定谳，十五年定谳后来假释。我十一年假释，十一年假释，十一年，十一年假释以后，因为你的书法，我们待会可以让观众朋友看一下你的书法的作品。我说实话，因为你后来还拿到很多比赛，得奖非常多次。我在中部最好的比赛是全国第二名，在中原杯。OK， 对。那请问一下，是在什么样机缘之下，从不识字到最后开始要学书法，然后一路潜心呢？你最大的一个想法，学书法是为了什么？其实没有为什么，我当初确定服刑入监之后，下了工厂，那时候想了很多事情，每天都在做工作嘛，然后脑袋是空的，然后一想说他讲十五年，他随便讲十五年，我要关十五年，嗯，我那时候的思维，然后开始思考，老爸身体有没有办法 hold 十五年等我回来？啊哈，老妈的状态可不可以等我十五年回来？我的儿子刚出生，他到底现在过得怎么样？平常在外面不会去思考这些事，就有一天突然间工厂每天很吵杂，我就觉得每天都有人在讲话，哇噼里啪啦，突然间发现有人在写毛笔，我开始去了解这个监所的形态，它里面有漆器啊、雕塑啊、烘焙啊、电脑啊、空大啊、书法啊、国画啊，我想说哇，这么多技训班，那我要关十五年，我是不是好歹在这时间去学一样技能？有一天我父亲寄信来给我，我父亲很喜欢用毛笔写字，然后他每次寄信来我都要请人家念，人家写信来我就要请人家念，后来想一想，既然有书法班，那是不是看有什么办法可以进书法班去识字？我的想法很简单，就用这十五年的时间，最起码去知道把自己的名字写漂亮，然后认识字。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去，因为有书展，监狱办书展，我就去买了一本辞海啊。去买了辞海以后，特别找了工厂里面一些大学学历的，还有一些大学生，就问，每天问他们怎么查字，这个字怎么念。开始刚好考进书法班没多久，那一年的前一年过年，我跟那个书法班的同学要了一幅作品，寄给我爸爸。春联寄给我爸爸，我爸爸接到春联，隔天就从基隆坐火车到台中去给我会客，一会客电话一拿起来，他就正国想到了以后你出来要做什么，我说好，做什么？他说以后你出来可以卖春联。我一听傻掉，你知道吗？后来我爸说那个春联你写的，我长这么大刚好那一次真的是我长这么大从来不骗我爸的，就那一次我爸问说春联你写，我说对，他说你在里面干嘛？我都练字。他说好，那你回来可以卖春联。我傻掉，我只能傻掉。哦，我说好。然后我看我父亲这么开心，我觉得那我去学这个是对的。突然间有一天，就进书法班没多久，我母亲来会客，很突然的，就叫我去会客，我就去。去了以后，我母亲就跟我讲，你爸在上个礼拜什么时候说就走了，突然，很突然。是什么原因？就说本来什么心率调整器要去换啊，还是什么东西，就是本来已经住院准备要换了，可是要换的早上他是九点的手术，早上六点多他就走了，然后我就不讲话，我就是问他说那什么时候要出去？我母亲说啊，他有伴侣了。我说哦好，我说那你路上小心。电话挂掉回去以后，从那天开始我还是一直都写字，脑袋是空的。你没有哭吗？没有，我到现在我父亲过世我都没哭，我就一直写字，写到那一天回去送我父亲，带着手铐脚镣四个主管带回去，我上完香立马就走。我母亲那主管说你坐一下，咱中昼才回去啦，下晡才回，没关系，我要来照。因为我到家的时候早上九点多快十点，我说赶快，我要现在马上回监狱，我就叫我弟我妹说在我回来之前把我妈顾好，我说我很快就回来，我就走。一走那主管就问我说你怎么都不跟你家里人聊天呢？坐一下有什么关系，都已经回来了，安慰一下你妈。我说现在早上这时间隔壁的婆婆妈妈都不在，我妈从基隆搬到板桥就是不希望人家知道她儿子在关，如果我留到中午下午再走的时候婆婆妈妈都回来了，我说我没有面子问题，我都已经脚镣带上去了，我说人家母亲家里的人都还在外面生活，
到时候人家就指指点点，哎，你干的你乖啦，嗯，我说离开就好了。然后回到监狱那一天开始，我吃斋吃了整整一年，监狱已经没有素菜了，我吃了一年的罐头，嗯，就为了我父亲吃了一年的罐头，然后也不跟人家聊天，就写字。其实写字真的是，我觉得我是属于比较笨的，因为写字是需要天赋的，嗯，所以我每次写，我才说，我老师说啊，你加油啊，有机会啊。看有没有办法拿到第一名呢、啊？我就跟我老师讲说，我可以很努力的去吸收，很努力的去学习。我说以前我不是科班的，为了拍好小子，我可以摔到整个戴脖子套，我可以骨折怎么样，我都会把后空翻、后手翻所有的踢我都把它练起来。我相信写字绝对没有后空翻这么困难，所以我就每天一直告诉自己这些事情。刚好庆幸在101年3月11号，我的释放条下来。嗯，我出监的那一刹那间，脑袋又空白了。就踏出来了，所有的 SNG 车，包括记者，每一个人，严正国，请问你现在想什么？出来以后会不会回到演艺圈？怎么样？怎么样？我心里面脑袋只有两个字：回家。嗯，就一路上一直在乱这个十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刚才最意外的是。李医师，是他父亲的过世对他一定有很大影响。我平常讲，因为难怪那些警官会非常压抑，而且你是到了以后就走，当然你有顾虑到你母亲那些，可是看得出来他对他父亲，甚至我觉得写字都希望是出来以后，真的家里以后每一年的春联是阿狗自己写了以后贴在家门口给他父亲看，我相信他一定会希望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孝顺是常常是抑制犯罪再常见的一个方法，我就笑到了，所以我们常讲说父母亲怎么样有办法让这个子女变好嘛，常常我们讲了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说如果你没有就不要生就没有子女，就不用担心子女会变坏，第二个是如果你生下来的话，还是我们还是期待有这道父母的执照，考车驾照都要执照，养小朋友这么辛苦难道不用执照吗？那第三点我觉得比较重要就是那个社会或家庭要有原谅的心，这个如果社会家庭没有原谅的系统，他人是出来了，可是可能这个受刑者还是会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社会有没有原谅心其实是比较困难的地方，所以我有一个想法，就如果像这个严导这种在服刑过程当中，可能他第五年第六年就觉得他是可以被教化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他放在监狱里面？为什么不用电子脚镣回到社区？我想这个也可以让他早点哈，第一个疏解监狱的拥塞嘛，不要一个房12人嘛，那第二个就是也让这个所谓的这个前面有犯罪，可能后面有忏悔，他有这个恢复教化能力人员，对社会还有个贡献嘛，那刚才我们讲那些就可以被弥补完。所以我觉得叫做居家监禁，或者轻罪在家监禁，或者有忏悔的在家监禁，我觉得这个电子脚镣用科技来辅助，用孝道来预防犯罪，我想这个是一个大佬。不可以让我们看一下你今天带来的作品。好。我觉得很长哦。你现在其实有人会找你求书，是，然后所以你这也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包括工作的一部分。其实有秉持我老头在讲的，说回来卖字嘛，那我现在真的是卖字哦，真的、哦、卖字为生。对，像这一幅字之前也在台中做展览过。OK， 可不可以问一下，如果找你求字像这样的一幅的话？这样哦，大概这样大概八九万块，八九万块，OK， 回来好，那阿狗，其实你会很希望你们家以后的春联，像你父亲说的，都是我，那是您这一辈子唯一骗过你父亲的一次，对。现在你们家春联你写吗？都是我贴的，都是你写，都是我的。好，这样吧，镜头在这，你父亲走的时候，你就回去匆匆的送了父亲，为了不让母亲那个你就走了，一定有很多遗憾没有说。有没有什么要跟你父亲说？其实我跟我老头没什么话说，但我老爸从来不打我，不管我出去外面砍人，我老爸曾经就是在我暴走的时候站在我家阳台，然后就一直往下面看，凌晨3点多，我妈有一次问他说，你不睡觉站这边干嘛？他说现在楼下在砍人，我再看看你儿子在不在里面。就其实我老爸比较不会表达对儿子的关心或是怎么样，就像我现在，我说实在，就算我老头现在活的，我也不知道要跟他聊什么，因为他给我的是肢体，给我的是感受跟感觉，
那我只是觉得很亏欠老头的是，他从大陆来到台湾，然后生了我们这几个王八蛋，然后又不知不觉的突然间又走了。我好像没有带他出去过，好好的走一走。就好像为人子女说牵着老爸说去哪里走，我觉得这是我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会四处去演讲，奉劝现在年轻人，歹囝出孝子啦，那袂友好，也免做什么朋友啦。这是我的感觉，所以我对我老爸跟对我老妈，所以我回来我经常带我妈妈出去玩，不要说玩，就上山走走，他们都开心。其实你拿再多钱给父母亲都没有用，我老爸需要的是我陪他，我从小最缺乏的就是跟他相处。那你跟妈妈亲吗？我跟我妈最亲的。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妈妈说？用第一人称直接跟妈妈讲。就阿母保重，你爱我百五岁，我囝爱靠你饲。我跟我妈跟姐弟一样。OK， 好，今天真的非常感动。其实看到这幅字，你绝对没办法想象。这个是从进监狱前连字都不是的这么有名的好小子严正国所写出来的字。对，那这一段人生的历程从阿国的口中讲出来，我觉得更具说服力。刚才那句话真的，就算你说拍囝出孝子，那而且如果不孝顺的人真的不用当朋友。对，这百善孝为先，对，从阿国口中讲出来，大家好好听着。 OK， 今天非常谢谢严正国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非常谢谢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的收看，正念词，我们下次见，拜拜。